唱的哪一出啊？冲冠一怒为红颜呗。老爷，你知道什么事儿？英雄难过美人关呐。我说这是好戏吧？对。说，怎么回事？厅长，我派我的一个手下叫吴云飞的去香坊公园附近执行任务，却被许科长认定是监视他。厅长，等他说完。结果吴云飞被许科长拳打脚踢，这还不算，还被带到审讯室严刑逼供。胡闹！堂堂一个科长竟然刑讯逼供，即便你把吴云飞当共党分子，但是你的审讯符合程序吗？许从良，你简直太让我失望了吧！白冷臣，你除了会血口喷人，还会别的吗？整天牛哄哄的，认为警察厅离开了你，什么案子都破不了了，是不是？我都不稀罕说你，孙奎的案子你破了吗？要不是厅长带领我们突破了孙奎，你现在愁的得屁股长疮吧？成天就会干点监视抓人的差事，还会别的吗？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李立军抓回来多长时间了？你审问出来什么了？连个屁都没问出来吧？我告诉你，白冷臣，如果把李立军交给我，不出半个钟头，我就能让他堵口。许宗亮，我说你点什么好？不吹牛你迷糊啊！半个小时让李立军吐口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白冷臣，咱俩别在这浪费唾沫星子。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，是条汉子，咱俩就真刀真枪的比试比试。李立军不是现成的吗？咱就拿他当个活靶子，看谁先让他吐口。好，半个小时可是你说的，咱把丑话说在前边。如果半个小时没有让李立军开口，怎么办？是杀是剐，撤职查办，我听凭你处置。徐科长，打累了吧？打累了就去歇会儿，我来审。好。换人了，醒醒。说吧，李先生，说出来你会怎么着急？又来个狗腿子，别白费劲，我死也不会耍的。李先生，你对你们党做了已经仁至义尽了，说出来吧，说出来，你真的会好受些。李先生，我的脾气可没那么好。对牛弹琴。他这套攻心术对李立军一点用都没有。一会儿就看你的测谎仪了。还拿枪指过我的头吗？说出来，他说。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说。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说出来！
说出来！一会儿白浪斩会对你用策划计，吃下这边肉，你会心率下降。等他问到重要问题的时候，你就咬舌头，那个时候心率会上升，他就会认为你在这个路线撒谎，明白吗？说！到了，歇歇吧。不跑还不让我跑啊！徐宗亮，你居然是个贪生怕死的人！我贪生怕死？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，好意思吗？说这种话！我现在如果不慌慌张张跑出去，楼底下白冷晨的人，他能跟踪我吗？他不跟踪我，我有理由打他吗？我不打他，我回去怎么跟白冷晨吵架呀？我不吵架，我哪来的机会去审李立军啊？然后呢？我在白冷晨的办公室里偷到一片药，这片药我找人化验了，能有效的对抗测谎仪。只要老李吃下这片药，一切都解决了。徐总亮，谢谢。大舅哥跟妹夫就别这么客气了。进来。事情还没到最糟的程度。自己收拾东西走人，总比被别人赶走强吧。你完全可以跟老李假戏真唱，让老李招供，这样功劳落到你的头上，老李可以少遭些罪，你也可以躲过这一劫。没那么简单。李立军被抓回来多久了？白冷晨没让他吐口，我用半个小时就撬开他的嘴，谁信呢？这件事儿必须是白冷晨把他审出来，金三浦才能信以为真。难为你了，谢谢你。你这叫什么话？这是我的命，谁让我喜欢你呢？你说我不上刀山，难道让我老婆上刀山啊？你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你这副德行啊，早就该撤职查办。撤职查办好啊，这样我就有大把的时间追你了。哎哎哎，你先坐下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说。你、你哥，包括李立军，你们这些人都是人精中的人精，为什么选择共产党，而不是什么蓝衣社之类的？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以前的国民党了。蒋介石所控制的国民党，代表的是一些财团和所有既得利益者，并不为广大人民说话；而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工人、农民的利益。也就是说，共产党是代表我们这些
底层人民说话。对，你还挺聪明。最近在二城有一次重大行动，是吗？你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二城粮库吗？你可以不说。你们的目标是二城北面的粮库吗？测谎仪的结果出来了，分析显示，共产党游击队的袭击目标是二城近郊的丰收粮库。不辱使命啊，否则二城十多个粮库，就算我们把家属都派去驻守，也不够用啊。在江峰的问题上。什么反应？当我依次向他询问藏匿地点的时候，他听到平房区的一瞬间，生理曲线波动幅度特别大。看来江峰就躲在那里面。平房区大部分是日军的驻地，只有南面的棚户区有老百姓居住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于是我把平房区的十多处棚户区一一向李立军询问，结果。在南厂家属楼这个名字上，李立军又有了剧烈的反应。你和海丹立刻带上人封锁那里，全力搜捕。是。老师，许从良怎么处理？冷晨，你和海丹马上就要立功受奖了，还管那个混混干什么？去吧。Thank you.
二龙山有个土菜馆不错，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吧。你要是不想去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去什么地方都好。是不是接下来要说什么上刀山下火海的话？只要关小姐吩咐，没什么地方不能去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白冷真此生足矣。好啊，只要你能抓到共产党，喜欢去什么地方我都陪你去，给你庆祝。之后，他们就都仓皇逃走了，无非是多逃几天而已。全哈尔滨现在都已经是天罗地网了，我看江红他还能多几天。别多想了，是你的终归是你的，赶紧回去跟厅长复命吧，说不定厅长那儿有好消息呢。什么事儿了，干爹？共产党的游击队袭击了阿城的五号粮库。五号粮库？李立军说的明明是丰收粮库。李立军没说，是你的测谎仪说的。测谎仪不可能出错呀！哼，不要再跟我提你那个什么测谎仪了，那就是一堆破铜烂铁。干爹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老师，天这么晚了，我送关小姐回去吧。不要想着送关小姐，你还是琢磨琢磨怎么把共产党送回老家去。再来点一颗脑。你们不是日本人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是
只要你什么都别说，别乱动，不会伤害你。他们问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？你告诉他们，要是再敢嚷嚷，就别想活着回去。哎，男的，我，아이제만남도있던데타말라나이도그러살렐루야아노あの、あなた、警察署の関さんでしょ。ほら、松田将軍のパーティーで会った。覚えてる？あなたは大島さん。おお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こちらは。彼は楽松株式会社の松平です。大島さん、いつ捕まったんですか？30分くらい前ですね。だけど、なんで関さんまで捕まってるんですか？あいつら誰なんだ？聞いてくれ。もし金が目当てなんだったら、すぐにでも支払える。いつでも支払える。金のためなら。二人だけで十分。なぜ私まで？水しめだ。殺されるんだ。吃饭。食べなさい。大丈夫だよ。你出来！警长，警长，警长！都是！警长，打别打！我打别打！进去。哥。你们干嘛？怎么回事？这都是他出的主意，你让他说。快来快来快来！我路过秋林公司，给你买了点糕点，快吃。说什么意思呀？你说，一个干女儿，加上两个大商人，金三浦。会不会同意交换李立军啊？你黑黑黑黑什么黑啊？不知道早点告诉我，大半夜把我绑过来，你要吓死我呀！如果你事先知道了这个计划，你在白冷晨和金三浦面前肯定会表现得不自然。现在多好啊，多真实！哎，还是你哥明事理。说吧。接下来怎么安排？啊，明天一大早，金三浦和松泽就会知道你们被绑架。一来，他们从李立军身上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；二来，你们三个在松泽心中的分量远超李立军，所以我断定，他们很快就会同意和我们交换人质。哥，
你把金三浦和松井小鱼太简单了。即便他们答应交换人质，也会精心布置，到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。古人不在警察厅，谁去打探消息？怎么安排接下来的部署？哎哎哎，往这儿看，这不有我呢吗？你真是把你的事务科长当个官了。 交换人质这么秘密的行动，只有白菜叶才能打探到内情，根本轮不上你。再说了，你不都夹着包离开警察厅了吗？上哪儿打探消息去？我就说吧，头发长见识短，我也不跟你较劲啊，你就当好了，你让他多吃点啊。 真没想到，他这么帮咱们。哎，海棠，你有没有觉得他是真的喜欢你？他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博得你的好感。哥，嗯，你跟他达成什么协议了？许从良想找个老婆。你答应帮他找了。 我觉得还觉得不错。哎，你到底是公私分不分得清啊？我是把我的全部都奉献给了党，但感情是我个人的，你怎么能拿我的个人感情当做交换的筹码呢？你错了，你是我唯一的，也是我最疼爱的亲人，我会拿你的婚姻大事开玩笑吗？那你老拿我跟他往一块凑干嘛？你就没发现？ 许从良身上优点很多吗？哼，应该说毛病很多。行，我明白。在你的眼中呢，许从良身上有很多毛病，那你只是看到了表面。你认为许从良这个人油腔滑调的，这不假。但他是在金三浦和白菜叶面前，我倒是觉得他这么做是善于保护自己，迷惑敌人。 你认为许从良这个人凡事为自己着想，只担心自己的安危。李立军私下找过你，是。他找你是劫持囚车的事儿。不知道。可是你没有注意到吗？只要关乎到气节和正义的大事上，他从来没有后退过半步。帮助一个共产党逃跑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，我只知道他是我兄弟。 如果你是我兄弟，他们照样会帮你。这个人还不是共产党，也没有坚定的革命信仰，就尚且如此。一旦他真正投诚到革命当中，他会变成怎么样的人呢？你是提刀，他就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。 私たち、かしんだら、彼らは何も。
得られない。なぜくさん、あいつら一体何なもんだ。俺たちに何してほしいんだろうな。国へ帰れって。我前天看你收拾东西都走了，今儿怎么又回来了？前天眼瞅着白冷晨出去抓人，我不走，干嘛？等着他回来跟我耀武扬威啊？啊？哎，可谁成想他竟然没抓着共产党，这人算真他妈不如天算啊！你呀，先别感谢老天爷了，你得好好谢谢共产党。要不是李立军的嘴硬啊，你这身皮早就扒起来了，算你小子命大。我那是被逼上了梁山，你没看见那天白冷晨那样，非弄出个你死我活不可。如果我许从良服了软，那这辈子我不就被白冷晨踩在脚底下了吗？我这叫瘦驴拉硬屎，咬着后槽牙也得上。哎，老爷，你说我们俩这赌也打了一平手，我这事务科科长算是保住了吧？那你放心啊，有我在厅长面前帮你说话，你这科长撤不了。那老蔡还向着白冷晨呢，老蔡呀，你就别操心他了，他这两天正忙他生意上的事儿呢，没工夫掺和你们俩的事儿。怎么个事儿？你真不知道，老蔡不是投资了几家商铺吗？卖的都是紧俏货，最近日本人查得严，他那货一直就进不来，眼瞅着就要关门停业了。我估计啊，他现在正四处找人呢。你说他也是个死心眼儿，嗯，在哈尔滨运货。走北郊啊，北郊那地界我闭着眼睛给他画个图都能绕过日本人的盘查。傻呗。喂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行了，你们去忙，我回去躲清闲去喽。三人亦无恙。下午两点，北郊南山交换。他们竟然绑架了关小姐。厅长，这两个男人是日本商人。他们都是既有实力又有背景的人物。松泽将军刚才打来电话，他的意思是，李立军对我们已经没有价值了，但是这些人质必须要解救出来。解救人质？不是交换吗？你还是没听懂日本人的意思。虽然实际上是交换，但名义上要用解救这个词，这样日本人的脸上才有光彩。不仅如此，宪兵队的岛本正一和松泽将军不睦，交换人质这件事情如果被他知道了，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所以对外要统一口径，必须是解救。是。一会儿小林觉要来厅里把李立军提走，交换人质的事宜由他们负责，我们的任务就是伺机抓捕共党。又抓捕共党？他们就会把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推给咱们。什么时候啊，牢骚还那么多。冷晨，你
你负责押运李立军，配合小林觉和共党交换人质。是，叶隼，你带着队伍在山上布控，一旦交换人质完成，立刻展开对共党的围捕。切记，要小心，再小心。这件事情如果被传出去，那是要笑掉大牙的。还有，要避开宪兵队的耳目。是。听长放心，我一定把这几个人完好无损地带回来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师，我觉得李立军的测谎试验有疑点，他一定是用了什么方法抗拒测谎仪，给我们提供了假情报。我想抓紧时间再审审。他还剩半条命了，等你审问完了。 进来。哟哟哟哟哟，宋良，还是你会享受啊！同样穿着这身警服，你在这儿悠哉悠哉的喝咖啡，我就得去执行任务，不公平啊！哎呀，你呀，就别酸唧唧的了啊！我这刚出锅的第一杯，你先喝啊！哎呀，咖啡肯定要喝，不过你得帮我一忙。怎么了？ 按照我标的这个，只要把这几个路口派上重兵，那整个北京都在你的掌握之中。我画齐了。嗯，得嘞，弄啥也不说了，等着大功告成，兄弟在贵宾楼设宴，专门感谢。哎，啊，还得叫几个老衙门。哎哎，行，走了。哎。